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来欢迎大家收看今日的节目吼。这系咧教大家做伙咧谈的讲个话题，五万中，唔知影经过老三安尼讲了，大家有认真去想无？你即卖五万到底是啥物？啊，你若感觉讲我咧生活，敢若讲无啥困难吼，我咧未喜乐吼，这都是因为你无五万。今日去教大家分享，就是有五万，且为你来制造喜乐。一个无五万的人，伊袂喜乐。人活伫五万中，都会有喜乐。所以你若看吼，迄一个特别结婚的人吼，满面春风啦，哈、啊！不管人讲娶某前生囝后，为什么？是种五万嘛？我特别结婚啊，迄、那个日子特别来啊，因为迄个五万时吼，伊拢真喜乐。无论拄到啥物代志，拢就是讲迄无重要。想到讲我已经特别结婚啊，哇、哦，足快乐的哦！迄种的喜乐吼，是无通比的。所以讲，一个有五万的人，伊足自然就会带好喜乐。所以你只要看一个喜乐的人，你若问讲你最近哪会遮快乐呢？一定是因为讲有一个伊所五万的代志吼，特别临到，特别发生啊！我还记得细汉时吼，老师我们带你去郊游啦，哇，欢喜个，迄前两三工尔就欢喜个困袂去啊！啊，即摆囡仔吼，佚佗了济吼，你要带伊佚佗吼，伊讲好无聊、哦，欸我跟你讲无爱呢，无一样呢。所以讲环境，以前个环境足艰苦，所以呢小看代志吼，欢喜足久个啦。那讲买一件新衫啦，买一个新的红阿咪啦，快乐个。跟人讲哦，后日要带你去对，甚至跟你讲放假的时阵，带你登看阿妈，哇，囡仔就足快乐个呀。所以可见，人要快乐，并不是足困难的代志，只要有五万。哦，你若讲自己过自己吼，迄、那个日子足歹过。人若无一个五万，都只有讲啊，都看今日要创啥。哦，一天拖过一天，这种日子你会感觉足无聊的。啊，这种日子吼，你喜乐袂起来。但是你若想到将来，想到一个五万，你会快乐。就算你今嘛是足艰苦，但是只要想到将来，你就快乐。所以上班族吼，都鼓励大家。那咧上班的朋友吼，你也要安排一个假期啊！你也带好家己一个五万啊！你若想到假期，即马虽然上班上到要死去吼，你想到迄个假期，你会喜乐。啊，我嘛勉励大家讲吼，你应该吼，爱将你的未来做一个好的打算。比如讲，你要投资基金啊，哦，投资基金啊，比如讲，人讲连续投资一个五年，投资连续投资七年。佫再来，就会当领偌济哇！你想到了呢，你就去了，因为有一个五万。我虽然这么艰苦，我这个钱摕去欠了，佮经过几年了啊，我就变烦恼啊！你有一个五万伫遐，你像讲外国人哦，因也佫较趣味啊。因真侪做工的人吼，伊咧领薪水唔是像咱一个月咧领，因为外国人就是讲吼，我一摆一个月钱予你，反正你两三工就佮开了去啊咧。所以外国人安怎咧？拜五大家心情够好，因为因咧发薪水吼，是一礼拜一礼拜咧发，我感觉安尼嘛袂歹呢。喏，因是领周薪啦，吼。啊，你讲逐日咧领，我们逐日领无好，吼。逐日领咧随领咧随开条去啊咧吼，超一礼拜拄啊好，吼。一礼拜我拜上啊拜五，啊我拜五领钱啊。这拜五一拜领钱唔只有够济，你一日领钱无够济啊。啊，你工课吼一礼拜较辛苦咧，一礼拜了一拜领，哦，你会感觉讲足快乐个。所以外国人哦，足少亏啦，哦，伊有一个五万啊，就是讲拜五来，我这礼拜的这艰苦，这无快乐，甲拜五拢得着偷棒，所以呢，因拜五来的时候，朋友大家拢悄悄的计划拢安排好啊。那拜五来的时候，已经安排讲拜六看要去钓鱼啊啦，要去山顶啦，要露营啦，要创啥，早都计划好啊。所以呢，生活真有五万，哦，啊，咱的五万是一年一拜。太久了啦，因一礼拜一拜，我感觉拄啊好。哎，我所想到圣经记载吼，上帝安排讲，伊创造世间第七日休困吼，真有道理呢。迄一礼拜中间呢，有一个通互你五万公个通休困吼，迄是有够快乐个代志。啊，你卖想紧啊，啊，你五万一个放假，五万足久个只五万就一个放假，迄太久啊。迄种五万吼，要带来娱乐，太过困难啊。吼，差不多一礼拜、两礼拜。还有一个五万，所以我非常的赞成老爸老母，你的囡仔上课上一礼拜啊，
拜上甲拜五，我非常赞成你拜六礼拜应该带你的囡仔应该出去佚佗。我认为这是足正当的代志，我认为这是非常应该的代志，因为你让你的囡仔感觉讲，我咧足辛苦的在上课，在写功课，我拢辛苦的做代志的时阵，伊有一个愿望底下吼，伊才有喜乐。啊，若无吼，伊逐日在过生活，伊会感觉讲好无聊哦。到拜六礼拜嘛是安尼尔，无啥物特殊好期待的代志。上班族我嘛是建议安尼，你一礼拜的中间，你都要安排一两天，让你感觉有愿望。想到迄天，你就感觉有愿望。比如讲，老三爱录影，啊，教会才无闲。啊，拜六礼拜我无通忙，我拜六礼拜我上无闲啊。我愿望啥物？我逐礼拜拜四吼，我拢去拍球。所以我拜四暗吼，我逐日的聚会拢天天呢，拄啊拜四无聚会。你敢不知道我逐礼拜我都忙迄个拜四。我若想到讲拜四，我就出轻松，因为拜四我拍球的日子。所以你想我接无用的中间，我一礼拜一定要有一天，是我会当完全 relax 放轻松。迄日夜晚我拢免想其他，迄日夜晚我大家休困，啊，我会当走去拍球，我会当走去运动。我有一个愿望伫遐，我一个愿望伫遐。啊，所以我唔知亲爱朋友，你家己敢为你的人生、为你的生活安排一个愿望？咱这个愿望当分做长期、中期、甲短期。你若问我讲哎呀，什么？啊，你这两年有啥物计划？有啊，当然啦、啊。我这两年我有一个计划，所以我这个计划就变成我的愿望。好，我愿望讲两年了，大概安怎安怎安怎，我有一个愿望。啊，你若问我较长期，我整个人生我有啥物款的计划？我当然我有啊，迄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托付啊。好、哦，所以我知影，我知影我就是做一个对人传福音的人。所以我长期我愿望提升我甲人传福音的这个能力，因为这个愿望，所以呢。我的生活就有一个目标，啊！我若想到我的愿望，我就会喜乐。这个人若无一个愿望，伊活在世间，伊袂喜乐。你若问一个人，问讲啊，你愿望讲十年后、十五年后，你问你过什么款的生活？伊讲我唔知，我唔捌想过。那这款的人，伊无愿望，伊袂喜乐。伊的喜乐是逐日眼前有通食、有通佚佗，这种喜乐，这种喜乐真短暂。这种喜乐真紧，你就感觉空虚。所以，咱人一定爱样对家己的人生有一个长期的、中期的、短期的，甚至我咧强调，你一礼拜中间，你都要为你家己制造一个达到其他的代志，迄就是叫做愿望。想到迄件代志要未发生的代志，敢若想到都会笑，迄叫做愿望。圣经里面就是安尼讲，吼、哦，想到将来日子你会笑，想到将来日子你会喜乐。虽然眼前是真艰苦，但是想到将来，你也真快乐，迄就是叫做一个愿望。所以我咧讲，愿望带予人喜乐，人的喜乐唔是眼前的菜真好吃，因为这种喜乐真紧就过去啊。人的喜乐唔是你即马享受足成功的物件，迄种喜乐拢真短暂。我感觉真正一个人的大喜乐，是因为伊想到将来，心里有一个愿望。当人的心中有一个愿望的时阵吼，伊的日子吼在过的时阵真有快乐，而且呢，非常非常的喜乐。我无久之前，我看一篇文章，伊咧写一个澳洲的人，讲这个澳洲的人生落来吼，伊就是一个残障的朋友，吼，啊，毋是像咱节目中常常邀请的残障朋友啊。这个残障的朋友，伊是规个脚吼拢无去安尼，无脚哦，毋是讲有脚袂行咯，是无脚。吼，十七岁的时阵，伊讲伊下半身手术吼，隆重提掉啦。拢无下半身啦，但是伊讲这个人，伊个家庭训练伊，当伊十七岁去准备手术的时阵，伊讲足想要自杀嘞。伊讲我活在世间要创啥？吼、哦，有人讲我走脚慢，伊毋是走脚慢，伊是无脚通走呢，伊是无脚呢。迄阵伊跟小弟阿讲，我足痛苦的，我足痛苦的。你敢不知因小弟阿甲因啥？因小弟阿讲，我唯一当甲你帮忙的，就是我摕爸爸的钱互你，吼、哦。我去摕爸爸的钱给你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哥哥就讲，哦，我足痛苦呀，足想要来死的。伊对伊的爸母表达这个情绪的时候，因爸爸就甲讲，你莫安尼想。因爸爸甲讲吼，你若是成功吼，连你这种人都会成功吼，安尼世间足侪人因为你会得到鼓励，吼、哦！所以伊爸爸妈妈呢，有安个支持，讲你的人生是真有价值。
你莫放弃，你交一个五万，吼、哦，你五万你家己真做迄落别人的一个模范，真做别人的鼓励。如果连你安尼你还阁活落，安尼这个世间有无数的人的痛苦，伊若看到你，伊拢惦起啊。所以你也当变做一个榜样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这句话激励伊，所以后来。伊怎去行运动的路线？啊，你看这人看有笑开啊未？无脚的人啦，去行运动的路线。伊讲伊去考牌，去过脚球的教练、篮球的教练，啊，佮因澳洲足流行叫做板球啦，哦，伊摕到四块牌，二级教练，哦，伊摕到四块牌。所以呢，伊的工作虽然伊是安尼，但是伊做教练，结果足济好呢，收济要请伊。为什么？哎、啊，你无考，我请你来做教练，要创啥？这对学生啊，足大的鼓励啊！澳洲种所在就是讲，这种人吼、哦、是学生的身教。我有一个体育老师是无考，吼、哦，安尼我足侪挫折感的啦，吼、哦，足侪囡仔学习落后的吼，因、哦、一定会对这个老师得到足大的鼓励。所以结果呢，这下好，小钱要请伊啦，煞变做一个真热门的人呢，啊嘛，足侪人请伊去演讲啊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伊变做一个足喜乐个人，伊变做一个足成功个人。虽然伊无脚哦，哦，迄、那个图片也看得足笑开啦，敢那一个雕像，你知哦？放喺涂骹安尼啦，拢无脚，完全连脚掌都无啦，下半身全部都没有啦。但是伊也当做教练，啊，伊个图片看得也搁伫运球，好、哦、运球安尼。所以我就看到讲，只要一个人你互伊希望，因爸爸妈妈都是互伊一个希望，讲你将来。你也变做别人的模范生，吼、哦！别人看到你的时候，因就受到鼓励。这个囡仔用这个五万，安尼来鼓励伊家己的时候，伊的人生就算变做喜乐。本来伊的人生是充满目屎甲掉，本来伊的人生是足悲哀，是足失败。本来伊的人生也是真痛苦，但是因为一个五万，伊找到一个五万，就是我的活力，我的成功。当我来成功的时候，我会鼓励足侪人。所以呢，颠倒。大有喜乐，啊！即马已经真做一个成功的人士，哦，伫因国家是真出名的一个人，大家看伫伊个时阵，拢甲伊拍服啊！啊嘛，因为伊一个人，安尼唔知勉励偌济偌济即个青少年，或者青少年无因为一时的挫折啊就来放弃，所以我想即个故事拢是甲人讲，帮助一个人找到愿望，就是帮助一个人找到喜乐。所以你若无快乐，好无聊、哦，迄是因为伊无愿望。你若帮助伊找到一个愿望，伊就袂搁再感觉无聊。这个观念讲给大家听。休困一下，等下了，继续。欢迎回来到三门直播。来，今天给咱人生金融这句话，圣经足清楚，给咱教示：讲在五忙中爱喜乐，啊，那在患难中呢爱忍耐，啊，那祈祷呢爱坚持。哦，这几句话拢足好的话。人是安怎袂喜乐？因为想来想去，想到将来无将来，想到将来无五忙，这个人袂喜乐。哦、所以你看足济朋友，逐日伫遐上班，忧头甲面，普遍即卖人拢安尼。你看上班族，逐日安尼起床了就讲啊，又搁要去上班啊。哦，哎，偏偏你咪上班，别人啊上班，是安怎人有人上班上甲真欢喜呢？差伫对，差伫人有目标啊，差伫人有一个五万啊，啊你无啊？你上班干来维持生活呢？你上班了，逐日去做同款的代志，你无一个目标啊？啊！你若有目标，你去上班，你会上个真喜乐。啊，因为你想到迄个五万的时阵，你就感觉讲，我即马所做一切拢真有意义。但是大多数的朋友，伊无了解这点，所以伊人生失去了五万，伊只有感觉讲，我咧拖老命啦，啊，阮囝拢不好啦，啊，我才咧上班啦，我歹命啦，伊充满了这个悲观的消极的想法，底底个头壳底，伊变哪快乐？伊无可能快乐，
伊做每一件代志，伊拢会尽力讲，我都无法度我歹命。我若正经来好命时，我即马应该是哦坐咧碰椅啊，我即马应该是坐咧厝安尼吼，啥物代志拢唔免做安尼，这才叫做好命。吼、哦，真侪人都是错误期待嘛。啊，所以即马咧做这眼前的代志时阵，伊感觉我哪会遮歹命？伊感觉我做这代志无意义，伊感觉我是有够衰才会做这物件。这就是代表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欲望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大大小小拢同款，你的人生一定要有一个愿望。啊，尤其囡仔人，足侪爸母咧教囡仔的时阵，我真正爱搁一摆强调，你一定要带你的囡仔有一个愿望。你如果若无帮助你的囡仔有愿望，你这个囡仔吼，伊逐天有通吃，吼啊有通用吼，颠倒伊的痛苦呢？因为伊唔知伊要追求啥物啊，伊的心灵足空虚的，伊会足无奈的。所以饲囝不是讲话饲个囝咧，只要肥肥结果推推吼。饲囝爱饲甲恁囝，爱有一个目标，爱有一个愿望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做爸母的，咱要有一个好模范。咱来囡仔看，讲咱常常带因愿望。所以我咧讲，你上好一礼拜、两礼拜，爱带因出去佚佗一下，带因出去行行咧，可以有一个愿望。吼、哦，啊，伊咧要学一个什么物件，你也可以有一个愿望。啊，有一个，咱即摆咧讲的愿望，其实就是讲有一个目标嘛，同款意思嘛。你若讲一个囡仔咧学乐器，你也一个愿望，咱要演出，你也有一个目标嘛。啊，袂讲我逐日伫遮咧哆咪嗦咪哆咪嗦咪，我弹这足无聊呀。啊，逐日伫遐咧悠小提琴，我讲好无聊啊，悠声足单调呀。但是你若有一个演出，你若有一个目标的时阵，伊足自然的哦。伊有一个目标，伊会开始努力；伊有一个目标的时阵，伊会开始喜乐。因为伊感觉我即马做这个代志有意义啦，吼、哦！上帝做咱人足重要，咱人活伫世间爱有意义，讲较浅的叫做有意思。卖讲活了咧无意思，无意无思啦。做这个代志做到无意无思啦，做到咧足无意义的啦，这款人失败啊！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你的人生，你若要喜乐，你一定要为伊找出一个目标来。所以即马你的囡仔，你甲想看卖，为什么你的囡仔伊会袂快乐？为什么囡仔放暑假也讲啊好无聊啊，放假伫厝拢唔知要创啥？你无予伊目标啊？你应该伫放假之前，你也该谈啊。这个假期，你的目标就是啥物？你要教这个囡仔做定设定一个目标。好，你看伊爱啥物？你想讲这个囡仔爱运动，你会当用这运动选手的故事来甲勉励。你讲你看人这运动选手。哦，你咧看人有一个目标，人伊要摕冠军，你看人伊逐日练球练偌久，你用这个讲法帮助你的囡仔，互你的囡仔，伊嘛会当了解讲，吼、哦，安尼我嘛应该为我家己啊来设定一个目标。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目标，你若做一个计划，这个囡仔逐日时间到，伊要做啥物，伊就知。但是因为你无甲设定目标，这个囡仔就感觉讲我好无聊、哦，伊唔知要创啥，啊，伊唔知要创啥。啊！你去叫伊去写功课，你去叫伊去创啥，伊就感觉讲伊足痛苦，因为迄毋是伊的目标。哦，所以你也知影，你无帮助一个人设定目标，这个人伊会足痛苦。啊！你讲你都真无聊，我找一个代志你做，哎，伊唔呢？因为迄个毋是你一开始甲伊讲好的，人就是这么奇怪一种动物啊！你要先帮助伊设定一个目标，你找到伊愿望伫倒位，伊才有可能有希望。啊！你若一个人无目标，但是叫伊伫遐打电动，吼、哦，伫遐食饭，伫遐佚佗，吼，哎，这种日子过三工四工，就甲你讲好无聊啊！无目标的人，就是无快乐的人。一个人要快乐，一定爱有目标，一定爱有。除非设定伊的目标，伊若无这个人，你予伊更加好的物质，伊啊，拢总感觉讲伊的人生是种足空虚的人生，逐日看电视。哦，逐日打电动，这种日子你卖叫是讲真正伊会快乐呢？囡仔是你讲啊，我来当拢卖去上课，逐日都打电动，逐日我一定足快乐的。但是实际上，你若真正有一个囡仔，逐日做这种代志，三工就好，哦，三工伊开始规个感觉足无聊的呀。哦，任何代志拢同款，因为伊无目标。啊，那反倒等下讲，你若为这个囡仔设定一个目标。你该做伙来参详一个目标，我跟你讲，你会看到这个囡仔完全改变，伊会变作一个真有力量的人，伊会变作一个真有喜乐的人。
因为都是这奇怪，圣经里面讲话都是安尼。先有五望就有喜乐，无五望的人无喜乐。所以，亲爱朋友，请你想看卖，为什么你也感觉今麦日子足无聊？你现在感觉讲啊，唔知要创啥？明明真无用哦，工课真济哦，但是你也无想要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好有一个工课要做呢，但是你在你所过这个日子的中间，你缺少一个目标，你无一个五望，无五望的人袂快乐。好、哦，这个主题跟大家先讲到这，休息一下，嘿，一面来请大家快乐来听歌，多谢。欢迎收看《老生念歌词》。哦吼！啊，来来来，今天呢，这个《老生念歌词》呢，这个老生大乐团哦，今天呢，要为大家来接歌啦，哦，啊，接什么歌呢？咱要来接一条歌，讲人要归的精神。咱这条歌要接多一条，我等下再讲，因为这条歌特别介绍。这条歌呢，是一个真出名的诗人哦，叫做芬尼哦，伊所写的。伊这世人哦，写六千几条歌，惊死人了吼、哦。但是你敢知影？伊有一点跟阮老三大乐团足像的。如果伊若生在这个时代，今仔日应该在阮的中间才对。是安怎呢？因为你细汉的时候哦，叫医生哦诊断错误，煞害伊目睭煞来失明，无看到。哎呀，所以讲哦。如果呢，伊呢活伫今仔这个时代吼，啊，咱今仔个正老在啦，除了咱阿凯阿福啊吼，咱就个边啊都加一个分离啊吼，所以讲，上帝常常透过只有残障的朋友，将正水的音乐带予咱所有的世间的朋友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卢家宏都可惜吼，虽然是安尼目睭有看到是无唔对吼，但是吼，伊那是目睭无看到，唔知影是唔是音乐更加进步。哦，咱唔免把酒握起来，咱只要把酒握起来就好，吼、哦，握起来跟握起来就差足济吼，嘿，咱把酒握起来咧，来体会一下吼、哦。我感觉足无简单哦，这个诗人以前吼，细汉的时阵，伊就开始来学音乐，因为把酒无看到嘛吼，伊落尾嘛去读这个盲哑学校，专门为着这个把酒无看到的人所设立的学校。后来呢，我那个嫁一个把酒青梅，一个音乐大师啦，哦，看起来，刚才伊命运。唔是讲真好，唔是讲真顺利，但是伊将来唔捌安尼想，所以佮四十岁阵哦，哇，伊才开始咧写足侪足侪信息，将伊个心中对生命迄个感动啦吼，全写出来。所以呢，在伊九十岁的时阵，我呐食了真长岁寿吼，所以阿凯家伙应该真欢喜哦。基本上恁两个我看即、這个。像我身体食九十应该唔是啥问题啦，吼！但你九十岁时喏，咱个来举办这个演唱会啦，吼！这个芬尼九十岁时喏，伊咪还个咧写歌，伊还个咧写歌，伊讲吼，我的生命实在是足水足水的一首歌，所以这款的人写歌，咱当然一定得爱来个听，吼！啊，到底这条人要归的精神，到底这条歌要接啥物歌咧？就是接这个作者的心声。我九十岁，我以为咩？敬拜主，所以这两条歌接做会，赞，下面就请大家来听看卖。